给大朋友、小朋友大家好，亲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爱黑彤彤姐姐，爱黑晨晨姐姐，分享数颗宝贝唱跳去。晨晨姐姐，今不你 Andy 爱讲乜嘅？哦，小朋友，你老 Andy 穷下黑下架子听么？嘿呀，我下架妹子。哎呦，该彤彤姐姐，我听过，唔讲好嘿，唔讲嘿，好老人，也是外国人，外国人，读懂好是 Andy 下架的意思哦。哎，你用歪的。因为我唔讲听我同学啊，都有讲到，哎，听过你都要下架你的意思，懂好是哎。哎呦，还蛮有口福的哦，是不是？该彤彤姐姐，你好是嘛该客家料理呢？爱好是哦，爱个会有两个啊，一只个是咸个，一只是甜个，甜的。该你爱推荐一下嘛？好，咸个是就是客家小炒，小炒哦，客家小炒。一家炒是客家小炒哦，客家小炒，还有姜丝炒台虫，姜丝炒台虫是姜丝炒大肠，哎、你会哦，好，那么一家甜的啊，还有客家板条，客家板条，哦，该面是不是卡？比较宽，嘿，宽哦哦，因为它吃起来 QQ 啊，哦，它有口感，哦，还有甜的很，爱上哦，啊，给糍粑啦，糍粑，啊，彤彤姐姐，糍粑是该蘸该发剃条粉的嘿嘛，哦哦，该糍粑是唔是用糯米做的？您有问题啊？拜托，我是吃食专家。啊，不是啦，这是一般的尝试，尝试是是是。那有看过你呐？用糍粑，平常 Andy 吃糍粑，唔系就会吞啊，一口一口，然后去沾下剃条粉嘛。嘿，那有看过有你哦？糍粑没，然后底部不用剃条粉哦，包起来，然后呢底下不用剃条粉。冬葱麻糍呀？哦哦，你讲爱用。青口食，其外边嘅剃条粉系下醋嘅颗粒，底部系用甜嘅，底部就卡甜。你有食过？你应该食过。哎，好啦，该你咧，你好是嘛该客家菜？爱好是像该温那个笋子，温笋诶，系啊。哦，还有该卤那个空牛是吗？黑啦，空牛，爱空牛，爱个生菜，你有问题啊？好生，好啦，甜鸡，爱会讲甜鸡，甜鸡就是咸草，咸草，咸草没有林鸡，就是安尼个青草茶，咸草茶是吗？嘿嘿嘿，还有强草茶，嘿，哦，啊，你爱。有甜的吗？甜的哦，无甜嘛好吃。无甜卡健康。你讲个哈心事。无啦。好，该你讲按都是给该你会煮菜吗？爱哦，我只会水煮啦。水煮，水煮，不要小看水煮，因为俩懂健康。没做得。瘦身，对。你想讲广东不逻辑。好了，该彤彤姐姐，你会做嘛该？哦，爱哦，爱会炒饭。你也无懂厉害啊！炒饭懂简单的就炒炒炒炒炒，不要就好了呀。炒饭的那个最重要的是嘛该的嘛？嘛该就是卵。哎，做嘛该？哦，你炒饭都会单炒，就是。炒蛋给它碎碎的，你跟我爱炒饭，饭就爱粒粒分明，还好吃，粒粒分明。该有嘛该 table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如果你是阿公阿婆、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要吃炒饭，现在就是一个 tip。
OK， 好，嗯，对啊，炒饭呢就会不用炊嘛，你丢都滴嘛，就牛马街洋葱嘛，洋葱哦，牛。牛，还有在听你才爱炒红萝卜、凤萝卜，哦，凤萝卜，还有嘛干嘛？好，有三种去做的嘞，三种去做的。该你可以先暖暖它啦，嗯，就是有的东西都会透明，还有熟熟，嗯，然后该要去捞饭。然后放进去一起炒，好，现在重点来了哦。重点呢是淋上去，然后一直给它炒，不要炒回到粘锅，所以油会哈抖的哦。哇，好啦，我有试过啦，好吃吗？我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，口齿留香。哎，我还以为你要说巴黎巴黎，没啦，真的好吃。好了，那泰家做的，泰宁这子独做的第五卡是两哦，好吃。好，该晨晨姐姐，该哈 Andy 有讲过哈咖宁，然后喉咙宁，根本呢 Andy 嘅狗友，诶，讲嘅系喉咙妹，新球菜哦。跟用法按到新球菜，新球菜，嘿咩？好龙人是闽南人嘛？该新球菜，新球的安尼客家人直播系讲媳妇。哎呦，长智慧哦！长大了。该菜大概都点嘛？就是菜，菜。那小朋友呢？你得期待。好浪漫，新球菜炒出来的菜，很浪漫呢。还可以上爱技巧菜，哎，你来跳舞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学看彤彤姐姐还有晨晨姐姐，跟他来跳舞喽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嘞 ，Ready，Go。Go!
朋友啊，你得要理解世界东西啊，就总唔得挑食，总唔得挑食，不能挑食哦。没错，因为啊，爸爸妈妈这个住本安利世界世界，都懂辛苦，懂辛苦。很辛苦的意思、而且还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哦。古手啊，小朋友，如果呢要给爸爸妈妈呢一个赞，最大的温暖就是把菜都吃光光哦。没错，噶小朋友，噶是哎，根本的你动手爱听书，该做得做嘛该。哼，要是彤彤姐姐哦，俺就会去老妈妈 save on， 身体 save on。而且自动自发，自动自发，该还做得做嘛该。阿婆会很爱爱偷菜，偷菜，挑菜嘿嘛。结果你爱吃就爱偷菜啊。爱吃就爱吃噶 DIY 啦。哎呀，不一样哦，会甜哦，会甜哦，吃给臭会甜。很做的老爸爸妈妈。该安尼身体以后啊，就得听书，安尼擦桌子啊，擦桌子。该有时间还没做得听书扫地呀、拖地呀、都做得。没错啊，还是冲饭呐，还是碗啊，各是抹该的食物东西，都是港中人啊，还有。渔夫，辛苦的，辛苦苦，养付出给，对，所以不管你总唔得挑食，禁止，对，而且呢，总得给发老番有是暖锅给，不管是热过的，还是刚煮出来的，都要吃光光，吃到肚子里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好，那接下来呢 ，Andy 要听的小朋友呢来认识智慧。认识智慧之前，陈真姐姐还会提醒一下大家。提醒，嘿，该 Andy 啊做下个东西都系懂危险的哦。故事嘞，小朋友千万。前晚上唔得去家去开火，点么？该当危险哦，系哦，会唔会烧得？哎呦，冇啦，还有该倒位啊，都冇爱去家拿去的。就是爸爸妈妈会帮忙拧一点，总唔得就是自己去用，很危险哦。系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长知识喽，哎呦，开始长知识喽，踢炸弹丝红豆，请 Q。晨晨姐姐，你知道醒球是什么意思吗？哦，醒球就是客家人所说的媳妇哦，就是醒球其实就是媳妇的意思。对，刚俺来造一个句子好了。好，有一位醒球在做下煮饭，那翻成国语一下，好，就是。有一位媳妇在厨房做菜啊，好，那第二个字呢？闻到省七，省七，晨晨姐姐，请问一下，省七的意思是不是生气的意思？怎么会是生气的意思？省七，嘿，很有趣，很有趣的感觉的意思，很有趣的意思。对，那生气的哈嘎发用一个，生气给哈嘎发很多啊，还有冬天，哦，天冬天没走的，嘿，哦，故事啊跟冬天就是生气的意思，生气的意思哦。然后省七呢，就是很有趣的意思，没错。第三只字副音就是罗罗嘎嘎，罗罗嘎嘎，该罗罗嘎嘎是哪个呀？小朋友，不卡去家煮火锅的时间，你是不是会老买个狗里菜啊？狗里菜牛啊？鱼饺，该丸子啊？丸子，贡丸啊，放在一起，那整个的就是罗罗嘎嘎。罗罗嘎嘎，就是混，全部混在一起啊。好，那陈姐姐，嘿 ，Andel， 要不要再复习一次呢？好啊，好，第一只单词嘿，醒球，哎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媳妇的意思哦。哇，一听就会好厉害哦，真的。小朋友，你们会吗？第二个单词是，第二个单词是
神奇，神奇嘿，很开心，很有趣的意思。千万，刚才有讲到嘿，生气，生气的客家话很多啊，猛冲啊，撒哈的踢伞掌。那我们一起教小朋友好了，因为这个单字哈难，吼，很多，罗罗嘎嘎嘎嘎，要记得。闭起来哟，因为客家话有一个很特别的音叫做闭口音，所以呢，嘎嘎要记得闭起来哟。好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起的意思哦。好，小朋友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那晨晨姐姐，接下来你要带我们去哪呢？好，撒哈勒二老铁狗哥哥，老小喵姐姐 ，Q 哈勒去搞喽。那我们张磊了，张磊了。